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。今天的新闻内容非常精彩，首先是 MLB 季后赛的热战即将展开，密尔瓦基酿酒人队与纽约大都会队在外卡系列赛中战成平手，第三场比赛将于今晚进行，胜者将晋级国联分区赛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精彩的比赛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聊聊即将到来的亚马逊 Prime Day， 这次的促销活动将于10月8日至9日举行，提前抢购的智慧消费者已经可以享受各种科技产品的折扣了。从苹果的耳机到 HP 的笔记本电脑，折扣幅度惊人，赶快把握这个机会。最后，今晚 NFL 的比赛将由坦帕湾海盗队迎战亚特兰大老鹰队，海盗队目前的战绩为3胜1负，而老鹰队则为2胜2负。这场比赛将在亚马逊 Prime Video 上直播，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激烈的对决吧。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。Yahoo US 报道，纽约大都会队和密尔沃基酿酒人队在 MLB 外卡系列赛中战成平局，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将在今天进行，胜者将晋级国联分区系列赛。前一天，美联外卡系列赛已经结束，堪萨斯城皇家队和底特律老虎队分别以横扫的方式晋级。如今，经过一周的紧密赛程，大都会队没有休息的机会，今天将与酿酒人队展开生死较量。比赛将在晚上7:08通过 ESPN 直播，观众可以通过 Football TV 等平台观看。在即将到来的国联分区系列赛中，无论是大都会队还是酿酒人队，都会在10月5日迎来新的挑战。根据安排，分区系列赛的比赛将通过 FoxTBS 和 FSE 等主要网络进行直播，选定的比赛也将通过 Max 平台进行流媒体播放。对于想要观看比赛的球迷来说， Hulu 加 Live TV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它提供了所有必要的频道，方便球迷尽享季后赛的精彩。与此同时， NFL 赛季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，今天晚上坦帕湾海盗队将与亚特兰大猎鹰队展开较量，两队的战绩分别为3-1和2-2，猎鹰队在赔率上稍占优势。比赛将在晚上8:15通过亚马逊 Prime Video 进行直播，想要观看的观众可以选择订阅该平台，享受包括免费送货和音乐服务在内的多项福利。Yahoo US 报道，10月的 Prime Day 即将到来，许多消费者已经开始准备好钱包，期待在10月8日至9日的购物狂欢中大捞一笔。然而，令人兴奋的是，一些最好的 Prime Day 科技产品折扣已经提前上线。这些早期的优惠包括苹果、HP 和三星等知名品牌的产品，价格低至$13。例如 ，HP Stream 14英寸笔记本电脑现价$263，节省$136，而苹果2022款 MacBook Air 则以$849的价格出售，节省$150。对于耳机和智能电视等产品，也有许多吸引人的折扣，如 Apple AirPods Pro 降价$50，限售$199。在另一则报道中 ，Yahoo US 指出 ，Toloco 按摩枪正在热销中，限价$40。节省$20。这款按摩枪以其7种速度和10种按摩头，能够深入缓解肌肉紧张，受到超过40000名用户的5星好评。一位顾客分享了他的使用体验，称其在缓解背痛方面效果显著，甚至认为这款按摩枪比专业按摩师使用的产品还要好。轻巧的设计和舒适的握感，使得长时间使用也不成问题，成为了秋冬季节的理想选择。Yahoo US 还预告了2024年10月 Prime Day 的最佳早期优惠，涵盖从科技产品到家庭用品的各类商品，价格已经开始迅速下调。消费者可以期待在即将到来的销售活动中，看到如 Dyson 无绳吸尘器、Insignia 智能电视等热门产品的折扣。对于那些尚未成为 Prime 会员的消费者，仍然可以通过注册30天的免费试用来享受这些优惠。随着活动的临近，更多的折扣信息将陆续公布，确保每位消费者都能找到心仪的商品。Yahoo US 报道， Ninja Mega Kitchen System 是一款备受欢迎的3和1多功能搅拌机，现以$120的价格出售，较原价$200优惠40%。这款设备不仅可以制作个人饮品，还能作为大型搅拌机和食品加工器使用，轻松应对从冰沙到蔬菜切割的各种任务。
强大的1500瓦电机让冰块和冷冻水果的处理变得轻而易举，清洗也很方便，因为所有配件都可以放入洗碗机。许多用户对其强大的性能赞不绝口，称其为厨房的工作码。在安全监控方面， Realink 的 Atlas PT Ultra 4K 摄像头在亚马逊上以$160的价格出售，优惠幅度达到 30%。这款摄像头不仅可以实现高达96小时的连续录制，还具备 4K 高清画质和 ColorX 夜视功能，让夜间监控变得清晰可见。其电池续航能力超强，配合太阳能面板，可以连续工作长达500天，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应用即可实时监控周围环境，确保家庭安全。另外， ThisWorks 车载吸尘器目前仅需$23，适合清理车内的各种杂物。凭借强大的吸力和多种配件，这款轻便的吸尘器能够轻松应对车内的尘土、零食屑和宠物毛发。用户表示，这款吸尘器的便捷性和高效性让他们不再需要频繁前往洗车店，节省了不少费用。总之，这些产品不仅实用，还能提升生活品质，值得考虑。Yahoo US 报道，Drew Barrymore 的12件陶瓷不粘锅具套装在沃尔玛的假日促销中仅售$99，折扣近40%。这套锅具包含了制作一周晚餐或节日大餐所需的几乎所有锅具，且每个器皿都具有光滑的不粘涂层，清洗起来非常方便。顾客们对这套锅具给予了近2500个五星评价，称其不仅外观美观，质量也很高，使用几周后没有划痕或剥落，且手洗非常简单。此套装不仅适合自己使用，也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喜欢烹饪的朋友。在即将到来的沃尔玛假日促销之前， Yahoo US 还发现了许多价格低于$25的优质商品，包括家居用品和时尚单品。比如售价仅$7的在利用羊毛干燥球可以减少干衣时间并替代化学干衣纸，$10的毛绒开口拖鞋则让你的双脚在秋冬季节保持温暖。此外，还有$14的宠物毛发清洁器和$19的12件刀具套装，都是实用又划算的选择。这些商品的折扣力度大，适合快速抢购，尤其是对于喜欢秋季购物的人来说。Yahoo US 还分享了 Nordstrom 新到商品的推荐，涵盖了从舒适的秋季毛衣到时尚的运动鞋等各种单品。比如$32的 Ugg 毛袜和$138的 Spanx 宽腿裤都很受欢迎，适合各种场合穿着。此外，一个以老友记中的莫妮卡公寓为灵感的香氛蜡烛售价$37，散发着温暖的气息，适合作为节日礼物。这些精心挑选的商品不仅时尚，而且实用，适合在这个季节为自己的衣橱增添新意。Yahoo US 报道，艾米丽·拉塔科夫斯基 Emily Ratajkowski 被评选为2024年自画像小姐 Miss Self-Portrait， 并出现在该品牌最新的宣传活动中。这一活动旨在庆祝女性，灵感来源于美国选美比赛的概念，完美捕捉了拉塔科夫斯基的加冕时刻。品牌创始人汉中 Han Chong 表示，我希望品牌名称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共鸣，自画像是一个非常个人化且细腻的名字，反映了每个人的多面性和不断演变的情感。此次活动通过摄影师蒂娜·巴尼 Tina Barney 拍摄的一系列亲密肖像和视频，展现了拉塔科夫斯基的魅力，展示了新季的服装造型，如银色亮片渔网长裙和蓝色柔软针织上衣及裙子，中强调了活动的灵感旨在庆祝女性，展现拥有个性和美丽的喜悦，体现出在任何情况下感到自信的理念。谢谢您的收看。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、智库、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、分析简报，更详细的内容，请大家去这些媒体、智库的网站阅读。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，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。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、学者、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，网址是6dobrief.com，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。